刘轩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马上了，但是呢，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完成。你怎么了？干嘛？过来，再靠近一点点。谢谢你，助教。一切都顺利吗？这边医院态度大转变，但是你要欠人情了。也没有，我以前的同学，他的堂哥正好在那个医院，上学的时候他没少抄我作业，所以呢，就当还个人情。论拥有一个学霸女朋友的好处，我实在是太幸福了。云深，早点休息。是不是想我了？我这边工作结束完了之后，就很快会回国的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云深，奶奶病了，是肝癌，需要换肝。我去配型了，没配上。现在肝源是个问题，而且奶奶年龄也大了，手术风险很高，我还没来得及好好陪她。你别难过，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，我们一起去想办法。我本来想告诉你的，但我知道你也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要办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不应该只分享好的，也应该一起去承担坏的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软软，答应你的事儿我没做到，是我不对。这样，我们改一个时间，我要成婚，找一个更好的教堂举行仪式，好不好？那有什么用啊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不可能再回到那天了，也不可能回到那个教堂了。我累了。傅西洲，我们离婚吧。